请的嘉宾，我们台南市我们盐水区后镇抽水站，我们竣工启用，开始，三二一，启动。为了解决后壁区德贵后社区周边地势较低的所在缺水的问题，水利局七月十二号伫个咸水区办理后镇抽水站的启用典礼，但市长黄伟哲也有坐坐地方民意代表含着乡亲拢到场来参加。水利局长李贤义表示，后壁区德贵后社区伊的周边较低的所在，长期因为北江溪的外水，伊的水位涨悬的时阵，佮拄着大雨，内水就排袂出去，容易来产生积淹水的问题。这个工程总共是得到水利署补助7819万，市政府配合款1014万，拢总8833万，是伫个102年开工，今年7月完工验收。那在今年初，7月初已经完成。那主要的是讲加收集加的主尾后中排一，还有主尾后中排二整个的水，避免这整个地区大概270公顷，那这个设计的表标呢，就是讲十年的时阵重现起就是讲你一天的时落水吼，293的时，伊拢有法度过的。市长来表示讲。后镇抽水站有3台3CMS 的抽水机组，排水量是移动式抽水机0.3CMS 的30倍，相信会当来提供相当程度的保护，和市民生活将更加有保障。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了，这总共3台3CMS， 1台3CMS 是那种移动式排水机的那种0.3CMS 的10倍，所以等于30台移动式排水机，的抽水机的这个抽水能量，我相信能够相当程度的保障保护我们周边民众的农田也好，住家也好，他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觉得其实治水工作是没有极限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政府一步一步的这个来希望说新建水利设施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3、2、1，发射。